Hi guys! So, 现在我们刚 check in 了我们的 hotel, and then 等一下我们会去附近的那个 Pratunam Night Market 走走, 然后呢, 这是我们的四天三夜 Bangkok 之旅, 其实 suppose 来讲应该是三天三夜啦, 因为我们坐比较晚的飞机到第一天, and then last 一天我们会比较早回, 早一点的飞机, yeah. 现在来介绍我们的团友，来，团友一号，请问你叫什么名？来介绍你自己。文辉。来介绍团友二号。我叫小珍。他讲他是美女一号。来，团友三号。美女三号。所以我们现在出去啦，然后我们现在去 Pratunam Market， 是在泰国的里面。 太骚了！太骚了！ 我们来到了一定要来的泰国一定要来的 7-Eleven， 呀，我们要去选我们的宵夜啊！
宵夜 ，Go Go Go！ 这是今天的 supper 7-Eleven 的成果。走，回去吃，走。今天的宵夜，这是这个鸡肉，这是这水饺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水饺的冬阴鸡胸肉，很健康。这三个那个，一个是 ham cheese sandwich， 一个是什么 spinach， 不知道忘记了。Yeah， 两个酒，泰国奶茶，加一的 the mask， 杯面全是可以吗？开餐。Hi， morning。在楼哥当面当教的这个泰国面，叫两碗 share share。现在我们要去挖阿伦真皇庙，因为我们现在做蒙古，几十个人。Hello。我第一次觉得泰国厕所这么好哎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泰国厕所很好哎。With my heart attack
今天做单卷妹的一天。Yeah, 我们到了我们的 last 一天的 hotel， 因为我们订两个 hotel。曝光啊，加一！可以，可以曝光。你要进来一点吗？可以。我其实是录音。他也要进来一点，他在外面两边。哦，再进来一点。在那个录音。其实我不是拍照，我是录音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再再再再拜拜。